至于他坐我后面，他真的前排这么多乘客没人跟他换的，我说那坐我位置吧。今天晚上他喝多了，就他喝多了，就他喝多了，那喝多了。还跟我说金牌，这他妈的哪有一斤啊？这么一斤？嗯，主要是一开始那个繁木，是不是叫繁木啊？繁花，真不想喝繁花，我真不想喝。我妈，我觉得喝好多了。我觉得一斤一三还有。你敬我，他敬我，你女朋友敬我。哎，他们几个，他们三个人就敬我。一杯一杯我是坐在那玩手机，你说你女朋友，我的妈妈其实我喝的是最多的，你自己在那里坐着都自己都在干杯。我有事儿。你妈关键是云南警察管得很严的，几碗面啊？两碗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命了，不要命了，是这样吧？没事哈，真吃不下了。你要不要？那我交给他。放那边上吧，我一会儿盛一小碗吃就够了。不，你呢？嗯，上厕所。在上厕所，我才去看到他。谁啊？为啥让他喝那么多啊？啊？为啥让他喝那么多？哎，高兴嘛。高兴不行，喝那么多啊？你是他男朋友吗？啊，好。来去厕所，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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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厕所，搞笑吧？不讲话这么粗的吗？是啊。哎，不是，你想干嘛？这他妈搞啊！搞玩笑吗？别搞杭州了，现在我他妈的我就要那干嘛了？别别别，算了。不是，分手，奇怪吧？喝多了，喝多，喝多。别那个啊，都喝多了，知道不？不是这么的，这闹啥逼啊？哎，不是，长得又丑，又没什么那个的，他妈在搞这种，我真服你啊！真的在杭州，我刚一前头就上去了，我操，真忍不住的，搞得像我没有他喝一样的，真没让他喝过呀！服了，我操！都是劝着他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别啊，别喝呀！王哥，如果再重新点，王哥，来，重新点，不用太多，少一点。我只要面条，不要面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回去。妈，这男的有病。他也喝醉了，你没看他的样子吗？两口子都喝醉了。那男的在客栈喝酒呢，他也喝醉了。回去嘛。对不对了？对，喝了就回去，是吧？杨洋也喝醉了。我也不想多扯一些了。真不是2018年吗？2018年再给他一拳头了。操！我先把那个叫过来。2023年想给他拳头赔点钱不也一样打吗？怎么这么冲我操！我跟他说了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走了，我真他妈无语了。等到青少年赔嘛，多少钱？就我们正常就搞那个就可以了，不用。就是我是比较佛系的，不像那些。对的，是这个。妈，讲话这么冲过来干嘛？那男的，杨洋估计也喝醉了。不是，喝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凭什么跟我讲话冲啊？他还对我呢，他说你凭什么让他喝那么多？我说不是，我跟这人他走了。我说你他妈你什么东西啊？他走了。搞笑吧？派出所还不能坐了。妈，这太重了，我配不上。啊？真配不上，真配不上。什么？仙女。仙女。你不用给人家看。人家拿了回来。来，今天。他找个这么难看的男朋友啊？太丑了吧，真的。不是，你给我朋友找个就行。我是很佛系的，他还没小十岁。说句实话，女主播他妈的，这男的太丑了吧，长得好难看啊，又黑。哎，妈装逼，我操！装什么啊？你敢打我一拳吗？你打我一拳，我可以，明天免5000。哎，真逼了。我刚想骂，他就走了。喝点汤，喝点汤。哎，不说了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来个啥？来，我给你压点菌子，喝点吃点菌子啊！
好吧，你去拿个碗帮我放在边上。行。我俩真算算好说话了，真的，我们真的算好说话了，真的算素高了。我说实话，哎，如果是王哥来，啪一卷瓶子甩上去，玩你那么多，那么赔钱啊？赔个屁钱啊！赔又赔不了多少。操你妈！我赔十万二十万，打死你了！对啊，我刚真的，我刚说了一句，你说这说话什么意思啊？他走到厕所去了。我就觉得人家他妈也来接我们，挺好的，没什么好的，没话讲。她男朋友年纪小，然后年纪小就可以为所欲为吧。刚刚才大学毕业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你确实也是过路了。吃饭吃饭。好，来来来，王哥，俊子二。关火关。苏姐，关一下火嘛，别小王。关一下火。Hello， 快吃点吧。关火关，对，全部都关掉。明天我还带你艳遇嘛。嗯。姐，给我化个妆。我不会，我这个是在那个美妆那个，我今天下午去拍旅拍去了。那我明天找个哪个化个妆啊？化啥妆呀？我。长这么帅，化点妆。上麦，好吗？他梦迪呢是真喝醉了。对，梦迪喝醉了。他一直在重复说一句话，他就喝醉了，记不得了。他现在都记不得他啊。一般喝醉了就是他重复再说一句话，因为他记不得他上一句说了什么。对。是吧？哎，你酒量比他好一点吧？他妈的，他就喝水，你他妈喝醉了吧？他酒都没喷我。他不是傻逼！我给你看一下真眼啊！我今天在那里打过寒暄疫苗。我如果能喝，我肯定喝。他妈他也喝醉了。不是，我说他也不是特别清醒。我说他不是一直在喝吗？这只有我清醒。他妈一滴酒都没喝，他可能说你喝。不是，我说他，没说他，哦，我知道他没喝酒啊。他说我的酒量应该比梦迪好吧？对。我不是说怎么啊，我说你是不是比他好一点？其实我和他彼此彼此。你千万别三碗面都吃掉，随便吃一点，不用管我。很干净，这个。这个我吃了一下去吧。这是不是拿手机去？找对象带上健身的，就他带我健身。明天我去给你买椰子，要五香味还是什么味道的？五香吗？就只要五香的。还有五香的原味。五香的原味。少买，我就在这边吃。香。少买。香，我去给你买点啊。要那个不是太硬的那种嘛，那种烘干牛肉嚼的不好吃。嗯，啊，不是太硬的。我知道哪种了，到时候我给你买点五香的啊。嗯。明天我过来的时候给你带过来。明天一般我在运动馆接你。对，店铺生意怎么样？啊？我说客栈生意怎么样？客栈生意不怎么好。不怎么好。刚开始我只是比客栈的赚。我说句最难听的，客栈你就算买房好了吧，一天都多少钱？3000多，1000多块钱。哪有什么上班一晚七八千一两，不仅两三千好了吧？
两三千够了。两三千。一天能够挣个两三千也够了，我觉得。够了。你真的夸张了。我客栈就在旁边，你们今天去的是我另外一个客栈是吧？梦迪他们在那边。有狗的。哦，有狗的，就他那边的，有狗的那客栈生意不怎么好，现在应该旺季了吧？旺季要等到高考全部结束。已经结束了？对，全部结束之后可能要等到六月底的样子。你知道这两天为什么？对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吗？因为这两天是属于强降雨，强降雨的话就是它要长菌子了，然后到这个月底的样子就基本上松茸，然后就是集中。下雨要下到月底。不是下到月底，是到这个月底，基本上这种菌子就全部出来了，新鲜的，就全出来了。我到时候我给你寄点松茸啊。这边的松茸很好的，香格里拉那边的大松茸，然后全部都是野生的，全是野生的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们那边挖松茸是怎么挖的，就比如说你是。你是这一个就是村的，然后比如说领头人，那么你就去包了一个山头，别的村的人是不可能过来挖的，或别的家的人是不能来挖的，就只能是你，对，你只能你自己家的人去挖。他选纯野生，因为松茸是种不掉，只有那种鸡松茸是能够种植的，纯野生的松茸种植不掉。我们家基本上吃不到野生松茸。我到时候，我这边到时候出来了之后，我给你们一人寄一点啊，你们一人寄一点。这边送的卖很贵的。